嗨，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 McDonald's 大设计。我们常常认为世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殊不知动物可以比人类的眼睛看到更多的色彩。那么动物眼中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伦敦设计工作室 Marshmallow Laser Feast 打造出来的 VR 头显就能去模拟动物眼中的 VR 森林，让大家体验一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这个用草和植物装饰的球形 VR 头显，从外观看比较笨重，但是戴上去就能让你在森林里当一回小动物。这是该设计团队在激光雷达扫描、无人机以及360度全景摄像机的帮助下形成的一个风景数字地图。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蚊子是如何通过二氧化碳以及气流去辨识周围的环境，蜻蜓眼中全光谱的森林又有何特别，以及青蛙借助声波感知的世界和猫头鹰驻装眼球所看到的世界又有何不同。以这条食物链作为主线，就能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他们眼中不一样的世界。不过仅仅满足视觉效果还是不够的，用户还需要背上一个可模拟声波的奇特背包，有了它就能听到青蛙的鸣叫，或者是蜻蜓振翅时的震动。为了触发我们全身感官，他们还将设备搬到了森林里，除了有迎面而来的潮湿泥土味，甚至还能听到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以拥有更强的沉浸感。我们不能拥有动物一样的眼睛，但是借助科技，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眼中一样的世界。视频元素来自 Milano Design Film Festival， 由 McDonald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请关注 McDonald 创意公园。